术节，是的，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哇，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今天我们的2020嘉义艺术节，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题叫做复古台味间的快乐啊，今天真的要让大家爽度破表，快乐破表。因为呢，在我们的上半场，我们特地来邀请来自我们的桃园，这是我们的爽乐团，也是我们现在在国内非常受到欢迎的最佳人气乐团。好，那为什么会叫爽乐团？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现场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在欣赏演出的时候都能够有无拘无束，而且呢自由自在的感受。好，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一般自由而且呢非常舒爽的一个乐风。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最佳人气乐团爽乐团。冲啊冲，
都瞎啦。喜欢是有钱是漂亮，是人需要有个伴，爱不爱都是每个人的选择。双手这个我起来，今天